嗨，吃个汉堡。你这是是菠萝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这是鸡腿堡，超级鸡腿堡。是，有菠萝。我这个是德克士的那个菠萝堡。有一块菠萝呢，这个汉堡是多少？团购的$2.25，好喝。你要尝尝我的。对，我这肉挺厚的。主要是我想尝一下你的。那你给我留了一个一小块菠萝。买这个，椰子派，椰子可可派，这里边挺香的。他很喜欢吃椰果，你知道里面有椰果？蛋挞，它没有那个垫子。这个蛋挞比肯德基的大，感觉。我是看大众点评上，好多人都说就是夸他家蛋挞好吃。但是蛋挞吃来吃去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心。这是雪媚娘，我这是团购秒杀抢的，多少钱？6块钱一个。那原价呢？
价十几块钱。我感觉我手不是吧？嗯，这是芋泥的。榴莲的就不用看了吧。有榴莲的味道吗？嗯，有点榴莲果肉。嗯，里面都是芋泥。拿不起来。这个是抹茶的，它那个是奥利奥的雪媚娘是吗？嗯，哦，我感觉这盒子可以留着。嗯，盒子别撇了。嗯，奥利奥这个不好吃。嗯，你感觉刚才那个好吃一点。嗯，这奥利奥太甜了。喝杯可乐压压惊。如果抹茶的来一口尝尝。还有。还有。然后它那个是另外一家抹茶的，我觉得这家的皮更好吃一点。我这个是榴莲味道，这皮薄一点。嗯，但是皮是真的很薄，那个皮就有点厚。好吃吗？嗯，我要一口。那家酱也好吃一点。我们还有个甜甜圈。还有两个甜甜圈。里面是有那个奶油的。嗯，好腻，跟那个多乐之日的有点像。这甜甜圈有点大了，我感觉。嗯，吃这个有没有想起来那个 B 站上面的那个那叫什么滑板哥。嗯，但我感觉他的那个更好吃。嗯，我们这个好简陋啊。这时候要不有杯那种什么黑咖啡就完美了。你们是算什么？